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丹娜。嗨，我是飞。我们现在在菲律宾的薄荷岛，你看身后面是这个漂亮的 Arona Beach。我们今天要去巴里卡萨。巴里卡萨其实它是一个保育区，它是海中间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岛，它旁边的深度都蛮深，好几百公尺，所以呢，一些鱼群啊，小鱼就会聚集在这个岛的周围，因为有珊瑚。对，中鱼呢就来吃小鱼，大鱼呢就来吃这个。这个就是一个他们的生态圈的地方，生态园。然后他每一天进岛的名额，他有限制。150个吗？对，150个。好，所以呢，你要先申请。那我们去这边呢，大概从薄荷岛这边开过去，大概50分钟。如果早一点的话，听说沿途可以有可能会看到海豚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9点了。那巴里卡萨呢，可以看到像是这种最著名的是梭鱼群，还有捷克风暴，就是来看一些这种大鱼，整个很震撼。今天你可以这样钻到这个鱼球里面去啊！哇，旁边前后左右上下都是。它那个鱼群是真的很大群，因为它是从那种，例如从水面一直到40-50米这个延伸，全部都是鱼的那一种，超大一坨，超大一群。对，而且他们很不怕的，因为常常有人去看他们。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啊，导潜其实就他会在比较前面嘛，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前面有鱼群，然后我就想说哪里有，根本看不到。然后再近一点的时候发现，哇，是一整面墙，所以你会觉得没有鱼墙的概念就对了。所以呢，带大家来去看梭鱼风暴跟捷克。没错，我们要出发了 ，Go Go！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一次来这个船啊，上船之后发现，哇，很舒服哎，居然还有椅垫哎。对，这一艘是他们后来盖的，因为2021年有个很大的台风，薄荷 Arona Beach 这边的船都沉，然后他们小船啊、大船啊都沉弄。所以这一艘真的很新，给大家看。新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排座椅之外还有椅垫呢。对呀、啊，超强的哎，从来没有坐过那么高级的螃蟹船。对，真的是高级的螃蟹船。这边有5个潜点哦，那这边我们停的这边叫 Black Forest， 然后另外有一个呱啦，我也看到。我是海洋那块的。My first dive will be Divers Heaven。Divers Heaven。我们要来水里吃这个山竹。这是我们5米3分钟停留的时候的点心。巴里卡萨呢，水也很清哎，天气又好，而且看到很多东西。对，每一次潜在巴里卡萨都觉得哇，这真的是很精彩。捷克风暴，超大一群，然后梭鱼风暴这样子哎，我们一直潜水看5次梭鱼风暴，对，它就一直莫名的一直出现在我们旁边，然后最后我们在吃山竹的时候，它还在我们旁边。我们在5米3分钟的时候，它还在我们旁边绕。还有看到很多东西哎，还有看到娃娃鱼、十字龙、海龟，但不用讲，海龟超多。对啊，还有很多乌尾洞啊，一整群，然后那个公路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开一直开，就看不到尽头，看不到尽头那样。大嘴鱼也很好玩，它就在那边吃，然后看到这样一直吃，对，然后看到石目鱼群，还有章鱼。巴里卡萨它的珊瑚啊，跟鱼群实在是这个保育得很好。所以来到薄荷岛啊，要多潜几次巴里卡萨，因为现在人来的还不会太多，而且进去的价格也不贵。推荐大家来，尤其是第一次出国潜水，我觉得巴里卡萨，对，看到这个风暴非常多。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